你这次打野装备别买错了。这卡住了吗？哦，没卡住。好，我选上我的剑圣。你要扮谁？我办那个吧。我扮这个小鸟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它输啊，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。那说明我们，你想，它是一个匹配游戏，对不对？那我菜，那对面应该也有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应该有厉害的，那说明我们的大爹还不够厉害，不能 carry 我们，这是我们大爹不够厉害的问题，肯定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面把那个海妖办了，这次应该不是上部分那波人了。你这次让我把装备买，我这回出个肉装，我这回出个那个叫什么？我出个日炎那种装备，好吧？你玩剑圣出日炎干啥？那我就不会死了呀，不然我就被野怪给我救杀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打不出伤害啊。那我第一个装备出啥呢？应该？你就还出那种打野刀什么装备？哎，我想我想刚这才个。就是买的打野刀，我就不能升级了。好的。OK，好，来，我这次买吧，装备买对。这次你知道买啥了吗？对，我就直接买大剑的小剑就可以了。来，我先出无尽吧。啊，你不要先出武器吧，你先我出一破破个，破破败啊！对，破败，你打野刀出对对对。完之后出破败，你怎么还没买装备啊？这你。我再买，别着急，别催我，别催我，你催我，我要熄火了。那个药水是哪个呀？你找到了吗？这个 refillable portion。没找到，哎，那边了，算了，不重要，出发。好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，别急别急，我这感也不觉让这大个家失望，看我啥没伤法，害你吗？少死点就行。哦，我这把我打不过野怪，我就撤，好吧。我这把懂得生存之道。你如果实在打不过，你就等你有一个那个惩戒之后再打。我刚才有惩戒了，俩惩戒我都没把那野怪杀了。你记着多切屏看看我，这样的话给我有一些镜头。好哎，的。这队友来帮我吗？队友不帮，不队友不打吗？你惩戒别着急用，OK，你知道我打完这个蓝 buff 之后应该去打啥吗你去打上面那个吧。？OK，OK，OK，okay, okay. Okay. 对吧？我不能再坑了呀！我感觉我还是打不过他们，我要需要回个家可能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打不过他们。I cannot kill them. I need to go home first. 完了，他这个回血回的太快了！哎，我操！你觉得最近那个科技股涨得怎么样？是不是都涨挺好的？最近不是今天 Meta 涨特别多吗？对，Meta 不是因为他们 all in 那个元宇宙了吗？不是，sorry，all in 那啊个不，大元模型了。对，主要是其实最主要的是他那个广告收入涨得非常多，啊，这个才是他的基石。然后他要买将近100亿的那个英伟达显卡吧，还挺牛逼的。哎，我拿了个一血，很稳。这把我得 carry，你只要正常发挥啊，别太坑，OK，了我，我感觉我现这在把打稳。完一组野怪，回一次家。你觉得我能？我这我就不能死了吧？那也不至于打一个野怪就回一次家，但我哦，好像必须你得又回快没去，血了。不然我打不过了就，不知道为啥。你确实，你这个打野怪，你是不是你应该就是没有买专门打野的那个装备，所以导致你打野伤害不够他高。主要老这个游戏老更新，你就手游不许没有那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每次要买就感觉很烦，我不知道是哪个现在主要，让我非常郁闷。哎，你拿了一血是吧？对，牛逼牛逼，我感觉你要挂了呀！我操，你们俩，我操，你完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我操！对面怎么打野上来？太蛋疼了！本来我已经快把他耗死了，有点难受。这把你只要你尽量少死点，反正你就稳定的把野怪吃一吃，就不指望你在线上能够有什么帮助，对吧？就也还行，OK，好的。把我这把告诉你一件记非得常减掉就。funny 的事情，我还是一级。啊，你怎么还是一级？什么情况？不至于吧？我需要买你这不个是吃了好几个野怪了吗？Jungle Pet，应该我现在懂了。我需要买这个 Jungle Pet，我买了应该就能升级了，可能。行吧，所以你还是买错装备了。对，我现在有个小宠物了，之前我没有这玩意儿，所以我就升不了哦，他可级。能现在确实就是，对，现在就是版本更新之后，你就得买那个，不然的话你升不对。了
经验上的，对，你哎，连经验都吃不到，你没有这个小宠物啊。挺神奇的。我去买了个小狗，他们打冒号在龙那儿干嘛的？可能对面打野在吃那个龙吧。对，我现在可以升级了，我现在一次升了好多级，我操，这么搞笑！不我知都不道为知道现啥。在打野机制怎么还会有这种变化，还挺他神一奇直的。就是这样，他只是每次买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你之前不玩打野吧？应该，我很久没有玩了，打野。你是不是从来不玩打野？差不多吧，很少对啊，玩。那你肯定不知道呀，我觉得这 make sense 呀。对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很厉害的。反正就不要 question 我的能力，我很厉害的，我觉得我这游戏。你早点升级吧，我觉得。我现在已经三级了。你们那儿最近下雨吗？我们这边说实话下了好几天雨，啊？好吧。对，我不知道为啥会雨这么大。我听说我老家那边就是雨下了，就是直接下了还挺大的雪。我的老家在河南嘛，他们那边雪下的还挺大的。你老家在荷兰？河南，我还没河南嘞。哦，我有时候那个呢呢不分。我就说你怎么是个荷兰人？对，湾区这边1月份雨真的特别多，不过我感觉现在已经不太冷了。之前一段啊，时间就是啊，家里还得开那个暖气啥的，就好是因吧。为是中央空调嘛，然后还挺费电。我们家里面当时一天能有那个没有将近1个月能有400多度那个电费的开销，那你花多少钱呢？啊，就400多度电啊。就比如说你一个月电费多少钱啊？你知道吗？哦不哦，400多块钱，我说错了，哦，不四是百多四块百钱，多度哎，电，对，400多块钱。就是如果没有那个那的挺多的话，感觉。对，如果不开空调的话，就是平时夏天的时候，1个月也就200块钱的电。我看好像网上很多南加的人，他们给家里会装那个太阳能电池板。对，那种感觉也挺好，就是你还可以给特斯拉充电啥好，我要去打龙了。你觉得我有没有这个实力的。你别打龙，别打龙，你把那个野怪先吃了算了。？OK，那我先打这个，我先把这个螃蟹吃了。对，你把螃蟹先吃。哎，这螃蟹怎么还动呢啊，是啊，你就先吃呗。？OK，我要我打操，龙你已经了。5级了，还不错呀。你能打得过吗？队友在帮我，哎，但我好像逞还有40秒，还有50秒 CD。还行吧，你2个人应该是可以打得过，你就注意点安全。但对面如果打野来抢，我就没法跟他，我没法跟他拼惩了，因为我没有我惩的惩在 CD。你觉得我会被队友说小可爱吗？如果我没有拼到龙的话，可以，我觉得这是你的人生的一个 milestone，你吃掉了一个龙，OK，不你帮错，助，我觉得这把我打的可以吧？怎么样？是，我主带领要是团这队个拿装下了一条备，你龙，确实下次就知道该买什么装备我带领咱们团队拿下了第一条龙，对吧？了，非常牛逼，这把我觉得我们甚至有机会可以赢，我觉得我们妥妥的呀，我们必须得赢呀！我们现在5比1啊，领先啊！你看，这不是大优吗？我有40刀，对面打野60刀，对面是摩德凯撒打野。嗯，咱们这个下路的 ADC 是谁？我都不认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英雄没见过。你知道他是啥吗？我也不认识，哎，谁又我死回趟了？家。我们德莱文，德莱文把我我操，们。你现卡尔在玛不会杀被了，野怪打死了，还挺牛逼的。你就专心吃野怪吧，你这个线上偶尔能够来帮一次也可以。我这个小我宠物为这啥路一你直就不跟用着来我帮了，我呀？这路这把打得挺顺的。然后你就有时间可以去帮一下那个中路啥下路啥的，然他们后感觉自都己很没厉事害，不吃需吃要我野帮，怪。我觉得。那你就好好吃野怪吧，你就多吃野怪升级赚钱就行。我发现我的 Q 是不能 Q 这些小石头分裂，哦，可以 Q 小石头分裂出来石头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